啱啱咧，而家就係、是第三個禮拜啦。而家咧差唔多減咗3kg。咁啊，歐峯去睇咧就係啦，又後生咗2歲啦。好啦，內臟脂肪咧跌咗1啦。嗯。係啦，咁今個禮拜整體睇個數據都係唔錯嘅。第一個月其實好關鍵，係啦，咁你個活動啦，希望增加翻多啲。我會嘅，因為編排翻啲時間做啲運動。咁呢個禮拜加油啦，下禮拜見你就。好啦。呢幾個禮拜其實都試咗唔同嘅運動㗎啦，咁慢慢地咧，你自己有少少耐心咧，克著佢少少，即係想做多少少運動。哇！玩條繩啊，嗱，俾你睇下條繩。係啊。暫時都有下，係因為試過幾次都有。今日本來係唔落嚟嘅，不過尋日跳到30下，今日跳到50下，即係話如果再進步落去，會再跳多啲啦。呢個好期望可以做到嘅嘢嚟，都未係叫做好攰啊，純粹唞下氣，想拍下嘅啫。準備嚟過啦。阿 Ken 咧，佢我第一日識阿 Ken， 我已經知佢有做開運動。不過你見到佢隻手就知嘅，即係有操開嘢嘅人先至會咁大隻。而佢就算佢肚腩係幾大，佢個雙下巴幾大都好啦，你都見到佢隻手係有線條，即係話其實佢係識操嘢。即係大家開始去傾呢個 program 嘅時候，我有問過佢，其實你有冇減過肥？佢話有，減幾多次？今次係第3次。即係其實佢係好得心應手嘅，即係好似啲荷里活啲演員咁樣咧，無啦啦瘦完肥翻，瘦完肥翻 ，Christian Bale 啲都咁樣。咁阿 Ken 就好明顯就係呢一種。對於佢嚟講，其實唔係一個難度，但係點解佢會話想去拍呢件事出嚟呢？佢會唔會覺得係佢自己年紀都開始越嚟越大挑戰咧？佢比我年紀大啲啦。另一方面是他會不會視這個是他人生最後一次減肥呢？所以很想記錄下來。為了減肥， Akif 試了更加多不同的運動。這一天他去了跳舞，好玩，不過很難跟，因為節奏太強。好呀，會加油啊！呢個禮拜呢3個參賽者約埋一齊 workout。對於啱啱先至開始 workout 嘅 Kif 嚟講，呢一日係一個幾好嘅開始。雖然係對手，阿 Ken 都好樂於分享唔同 workout 嘅方法。你夾佢啦，轉手舉上去。三位陪跑员在热身的过程找到一些乐趣。五啊，对，十，我知啦。他们所做的运动都是一样的。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啱啱開始健身嘅阿 Kif 好認真咁去學習每一個 step。吹冷氣出嚟，穩定住個骨，係闊，係咁樣咯，應該後面咯，跟住虎底抽身，外正想攞呢個角度嚟食咧，大概啦，唔使撞埋嘅 ，OK， 好大呢個嘅心口兩個指要，主要主要啲唔係膠，唔係就快，我哋唔需要快嘅，係啦。阿雕背過嚟啊！阿雕背過我，即係咁樣講，夾背，大春，對住態度飄忽嘅大春 ，Spotty 有咁嘅諗法。可唔可以揾個小鮮肉俾我？
呢度有兩個，但係俾唔到你。你諗住點樣激勵大春啊？敷衍啊！真係幾好飲啊！約完做 gym， 當然唔少得呢個禮拜嘅集體活動。我今朝磅咗90.幾 K 咯。作即係如果計阿 Eric 個榜嘅話咧，咁我係捉咗6K 幾嘅已經。快啊！我諗初頭嗰10K 唔係難嘅，最難係之後嗰5-6K 啫。嗰5-6K 好難捉嘅。操！真係堅操得冧先知。係啊，但係我依家都係去咗兩次 gym 啫嘛。咁其實我如果係嘅話，今晚我都會去操。我覺得 Sporty 就是人魚，我們三個扮似海牛咯，所以我們今天特登準備了鯨魚的味道。大春，這條還不是你的？我們是奇明。什麼叫奇明？我們是奇明。哦，人魚奇明。哇！導演可不可以 cut 機啊？可不可以 cut 了這句啊？我怕這些觀眾不想再看，看完這個鏡頭，我要落水了。我要落水了，我要想著。好，放松另外一边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哋试下向下落，睇后面掂到脚趾尖，掂到，啊，尽量掂啊，快啦，小朋友，好疏啊，跟住之后咧，我哋试下将我哋右脚摆喺左边嘅 pat pat 侧边啊，嚟撞机都有啦。我覺得大春是最有型的，係啊！睇佢我哋三個參賽者入邊，睇佢樣。大春有玩體操嘅細個，佢簡直好像是一條有咩都識噶嘛，我都不知嘅，有咩都識噶嘛，大春。大春，你喺邊啊？頭，膊頭，心口，肚腩，頭，膊頭，心口，肚腩，頭，我覺得好似一路膊頭，心口。先記得咧，有一年咧，有個男人咧喺公園度活塞啊嘛，變身大。我話你啊，我自己發個夢。點解你哋個個喺度同緊你坐喺度做咩？我研究緊佢究竟做緊咩啊？我未好拍啊！製作組會認真考慮嘅。係啊，試下用個上半身帶動個 wave 啊！冇錯，向前。嗱，大春咧就冇夾耳仔啦，呢位同學好曳啊！膊頭太滑，唔關事嘅 ，OK。嗱，我哋咧腰同埋呢個心口嘅位置都要喐噶，係啦，成個人喐嘅。你啊，冇錯，做得我好。嗱，做我好啊！係，我哋唔好理大春啊，我已經唔想理呢位同學。有啲同學。我要寫小氣寶啊！我們做完前面之後做後面了，將頭墊了我去條柱上 OK， 接著之後膊頭接著上背，將我背好像心口被人打了一錘一樣，心口要被人打了一錘，對啦，我膊頭翻回來，但是我背脊墊住幅牆，留意回條腰不要墊住幅牆啊，沒錯，心口被人窩了一錘，好，接著我們到條腰了，下背的位置腰，哇！這個有點難喎，是有點難的，因為我攞有大咧，腰一墊住嘅時候，我攞有實際係點啊？有點難嘅 ，OK。跟住之後就睇下頭，我未換拍啊！製作組可以，我未換拍啊！製作組會認真考慮嘅，係啊。不過我哋認真考慮，意見接受。
咗佢。我 partner 係咁放負，我唔支持佢。你覺得自己有咩值得支持咧？我真的很香橙味喎，藍色嘅，係啊，大春啊，一個似細個飲嗰啲橙氣，綠寶，我請有，做十個 body report 啦，開始。先，粒粒變紅色嘅。呢個畫面美到不敢看。一後啊，師傅。一前一後啊，大春同學，唔該認真啲。一前啊，我做後嘅時候後面頂住我喎。你試下用你嘅力推翻佢翻去啊！頂住你本身剛才那個比較好。我想問下在看什麼啊，不是吧，你只是為什麼沒有後的，我們不像拜神一樣，我們做了一期就應該有人完，好，時間沒多了，我都不想唉，被人蝦我，總之唉，是但最多我們現在立即下水，讓我們自己試一下不認識的後果。做一条出色的美人鱼是需要核心肌肉群和身体柔软度的配合。我们看看陪跑员丢丢的示范先。体验做美人鱼有什么感想？有点累，但是穿了这个原来有点快。Okay。你呢三個參賽者嘅進度，你覺得點樣？我打出竟然 OK 喎，出奇地 OK。係咪因為佢嘅陪跑員你先咁講？我覺得唔關事，唔關事，好啦。雖然佢嘅學習態度真係有啲差。好啦，我多欣賞你嘅誠實啊 ，Sparky。頭版好似好啲喎，我覺得。我喺度啊，唔係你過嚟呢邊深啲好啲嘅。深啲我驚我預力啊！唔會，我會啊嘛。你浮呢塊嘢。丢丢和阿飞在 Sporty 的指导下面已经很快上了手。至于三个参赛者，加油啊！我想跟住阿 Keep 就要啲時間，因為佢一路都係百無聰啊，而家係用隻腳。咁我哋而家會做一個沉落池底嘅動作啦。咁我哋目標就係將個人趴喺度，只腳墊住地板，身後都係墊住地板嘅。我哋試一次自己做先，因為就係呢係咯。好嚟，我哋圍個圈。好，嚟吸氣，好呼氣咯。我是因为不够气啫。嗱，我哋咧做咧，其实大家都做得好好。所以我咧教咗少少秘诀俾大家啦。咁就系当我哋吸气喺水面呼气嘅时候，呼尽晒，觉得我哋将所有胸口嘅气呼尽晒出嚟，我哋就会慢慢沉落去啦。记得留意我哋动作一定要够慢。OK， 你太急，你系咁搲水落去咧，你系会搲到嗰一下，但你好快，即系如果你系唔系因为呼尽气而落去嘅话咧。你會很快彈翻上嚟，因為我哋心即係我哋肺裏面嘅空氣咧，其實就好似一個波咁。個波如果充滿空氣嘅時候咧，你點壓落去咧，佢都會浮嘅。OK， 咁所以我哋咧就要成日 cool 上啲氣。咁咧頭先阿 Ken 最尾係做到嘅，臨到最尾都係做到嘅。大春咧就一路含住啖氣喺個口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可以著尾啦，跟住就真係做翻，係啦，做翻一條真嘅人魚啦，我哋會做翻一個正游啦，咁同埋喺水底嘅動作。美人魚嘅衫絕對係俾身材好嘅人著。至於佢哋係咪身材好，你哋有目共睹啊！搞掂啦，我終於著到條辮啦！大家見有冇海牛咁大隻嘅美人魚未？有冇可以協助我？我著唔到，要 cut 咗佢。你幫佢啊！唔係，係個呢嚿嘢著唔到，係啊，真係著唔到對鞋。
入唔到，有味好襯你啊，大春。平如嚟講係冇問題嘅，點解要有魚嘅？我入唔到入㗎嘛。入入唔到，又入唔到，你入唔到。水入邊咧又我入唔到啊！有啲難度啊，經過。其實人魚呢家嘢咧，可以分普通人魚同美人魚嘅，唔一定有顏色叫美嘅。OK， 人魚係一個種族嚟嘅。OK， 國字啦，條鯨魚。剪咗。我係小香鯨。搞。小沫香鯨。你條魚柱你睇下，都為照有啲尷尬，條柱咗係啫。大春你好啊，兩個女組員服侍你。佢難得將國錢成為咗一樣藝術，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啊。一條小半香鯨，國錢在沙灘。不如快少少落嚟，揀住佢我啲。搞到魚先型啦！哇，好有味啊，雕雕！經過一輪千辛萬苦，三位參賽者終於著好佢哋嘅美人魚裝束。做美人魚同埋減肥其實都係一樣，萬事起頭難，一開始辛苦啲有乜所謂啊？当你们成功做一条美人鱼在水里面畅泳的时候，你们会多谢自己之前的努力，好好地享受这一日，你们值得拥有。參賽者們玩得好開心咧，要上水啦！今個禮拜由你哋嘅導師 Sporty 為你哋進行評分啦。我覺得成個整個過程咧，最辛苦係著條 fit， 呢個係塞唔到入去，尤其濕咗水之後咧，即係塞咗。啱啱上八步，上嗰啲，哎呀，好，你哋覺得難唔難啊？難咯，精英組嚟噶嘛。咁你覺得佢哋會唔會覺得好難啊？佢哋好難啊，好辛苦啊，其實。哎呀，你哋有係咪好想恥笑啊？我哋唔做呢啲嘢，我哋唔做呢啲嘢噶，跟住。我覺得咧，我玩完呢一次嘅人魚訓練之後，應該都唔會再玩人魚。所以我應該點都要影翻張相留個念。最出色係 Ken 啦，佢最勤力。多謝。最認真的學習啊！多謝。認真嘅孩子。對唔住，又係我，又係你認真嘅孩子有分，集集都係你噶啦，放心啦。唔緊要啊。咁你就檢討下啦，檢討下啦，點解係咁啊？俾啲心機。啱啱我係咪包尾啊？我係包尾嘅話，如果我唔係包尾，我要檢討下啦。唔係包尾要檢討啊！我身為助手，我情何以堪？我鞭策佢嘅，居然話要。都唔緊要，咁點都好，咁恭喜阿 Ken 成為今個禮拜四十二啦嘅 MVP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我知係我噶啦。好，喂，大出有。我睇到佢有去叫我鸡。今个星期，阿 Ken 以认真、全程投入嘅态度去玩每一个游戏，继续蝉联冠军，得到五分。而阿 Keith 好乐于尝试每一样嘢，呢个礼拜得到四分。至于大春，今个礼拜以最懒嘅态度得到三分，继续喺榜尾。喺总分方面，阿 Ken 以14分开始大幅抛离对手，9分嘅 Keith 同埋8分嘅大春，你哋下个礼拜继续努力啦。下星期三位参赛者继续同阳光玩游戏。
睇到呢度嘅朋友中意四十二立嘅话 ，subscribe， 写下 comment， share 出去。我哋下个礼拜再见。导演，你个样好 panic 喎，喺水中。有冇考慮學游水啊？經過今日之後，我諗我要去學游水啊！快啲啦！呢度有兩個教練啊，唔記得三個啊。